各位格言俊雄，我们准备要上课了哈，请大家安静一下，好，请大家安静一下，谢谢。我们开始上课哈，这节课是由我们张文彦议长哈所带来的课哈，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谢谢。各位格言啊，加群秀，大家好，大家精神足好，一定考了足满意的，对唔对啊？安尼乌趴啦！我要甲大家讲，实际上，咱开这个啊，等于是训练班，啊，那是咱的格言。素质啊，拢伫咧提升啦、啊。因为安怎讲，出去外口所看到的，人的反应，讲恁大家拢穿西装咧分传单啦、啊，恁的素质足悬的。啊，这那是实在啊。出去外口，公共的场所，这号拢同款啦，啊，拢有徽章啦，这就是代表咱的素质甲精神。所以外口一群人直直咧看人讲，咱到底是咧变什么？啊，因那是要足了解，啊，想要问看卖，我坐高铁，干那这个徽章啊，外国回来看到这個，伊家讲啊，你是什么单位的啊？啊！伊家问拄啊上拄好，我拢有准备啊，便便啊！我甲讲哦，阮台湾啊，你若要申请身份证啊，阮遮有迄个国宝台北啊、三重啊、桃园啊，过来彰化啦啊，过来。云嘉南啦、啊，台南高雄啦、啊，啊，玉里啦、啊，啊，宜兰啦、啊，拢有啦。你外国转来，啊，即提转来，甲你遐个外国个朋友去讲斗广告一下，伊也足好接受啊。啊，提起啊，伊讲好，类似安尼啦，干那即个徽章尔。所以讲，大家格言的水准啊，啊，大家拢穿同款，啊，出来咧看咱的，大家水准是拢直直咧提升啊，啊，咱的品质啊直直好，啊，就是啊，秘书长啊直直交代，啊，卖食槟榔啦，吼、哦，啊，那什么代志吼，啊，卖穿千拖啊啦，哦，啊，类似这些。阿、啊、哥，你若要食薰，无要紧，去个食薰的所在去食薰，莫讲安尼，家里啊路的咧行啊，穿服装安尼咧行，安尼人就讲啊，这个单位甲其他的拢同款。咱唔是政党，大家唔知知影无？计程车来讲，啊，恁是虾米党？无啊，阮哪有虾米党？我甲讲台湾。现在有两个政府存在啦，一个是咱台湾民政府属于美军啊，迄、那个咱这个军政府下骹的单位啦，
就是台湾民政府啦，咱一步一步拢伊咧甲咱教啦，咱一定按照咱的主张、咱的宗旨去做。所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上课，是要讲咱的公共啊，这个政策啊，甲这个财务预算啊，这个。两个教授拢讲得足清楚，再去要三合一，什么叫做三合一？人讲产官学，咱政府发个足大声，拢讲哎，什么代志拢爱个用产官学来评估的嘞？啊，咱再去叫迄、那个，那是产官学，安、啊、怎叫做产？要么叫做官，就学，咱。咱要甲大家讲，伊是啊高等考试啊财税人员高等考试及格，在国税局当啊税务员过，他又专业人士啊，所谓专业人士会计师考试。通过早期的会计师考试啊，不是现在的会计师考试，现在会计师考试不稀奇了，一级考起来四五百个会计师了，早期的会计师考试都个位数了，这就是过来本身是台大啊，一个叫做商学研究所的博士啊，博士后在哈佛大学也做研究，过来回来做教授啊，佮做校长啊，即马过来伫台联的做立法委员。啊，不是谈关系，伊即马咧审查这个代志。啊，叫伊来讲，大家听了唔知有清楚无？所以上好啊，迄阵啊，秘书长咧规划咱这个哦，是吧？要提升我们的品质的一个啊属性啊，伊甲我讲。上好哦，请一挂教授，啊，我找一挂看有台大的，啊，这个、就是我台大的，哦，啊，咱去找，啊，拄啊遐拄好啊，啊，可能大家也拢介我有缘分啦，啊，因为伊我甲我有缘分啦，安尼，咱只讲啊好啊，拜托干。咱去甲叫伊是伊伫日本呢，出去伫日本咧考察啦，伊就答应啊，所以，这我要甲大家讲，都是天佑台湾啦。咱要请较专业的、较有这个产官学观念来甲大家去沟通。啊，那好，阿伯啊，大家加减介有一个认识。你那阿伯拄到伊，你甲讲，哎、欸，啊，我是你即马帮你讲，我是啊，民政府听你上课呢。啊，你有啥物代志啊？你唔着斗三工一个，还是安怎？这都足好拉近彼此之间的感情嘛，情形嘛。啊，这都是讲咱。一定爱个直直提升啦，吼、哦，咱一定爱个直直提升。啊，咱若要个直直要找较啊类似啊靠专业的、靠实务的啊来甲咱啊沟通这个代志。好，咱即嘛就是要甲大家探讨是这个啊，因为迄阵啊秘书长甲我讲，哎，我若爱来上课，我是讲。
啊，何教授因去上课就好啦，讲啊，无好啦，无我来讲这个啦。哦，啊，必须上要求我拢接受吼。啊，我讲讲这個，实际上我无甲伊斗行啊呢，啊，那无甲伊斗行啊，因为伊迄阵啊，头到拜二伊要伫日本，啊，咱要上课，礼拜都要上课啊。我迄阵啊，我都我做 PowerPoint， 拜二拜三 PowerPoint 能做好啊。所以讲，我做的 PowerPoint 概不没有冲突啊。哦，有诶讲啊，你讲到那相关预算吼、哦，财政预算拢会小爱同款，拢无同款呢。安尼，我大家福气啦。我哪会讲大家福气？因为你甲咱这份甲含伊迄份甲夹起来，啊，甲补充一个啊，真好诶。一个啊，以后你要做的，我会使做教材哩。好、哦、啊，这是甲大家啊讲一下吼、哦。啊，时间上的问题吼、哦，咱唔爱阁加讲。啊，这是开场白啦吼、哦。因为有恁来参加，咱的成功的机会一天一天的接近。啊，我足感谢大家。大家为家己鼓掌一下，啊，感谢啦！咱即马吼，咱即马来看，这叫做结论啦，哦，这叫做结语啦，吼、哦。讲到尾啊，是咧讲啥？啊，就公共啊政策跟财务预算啊，拢一切为啥百姓设想，安尼就对啦。你要做科研，你要啊做进修，你所做的代志，爱去想到人民。那安尼，就是正确的啊，为百姓设想是咱的宗旨，咱一定爱记哩。你阿伯啊，你咧做行政官的时啊。你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咱决定的政策，咱要做的代志，是不是真正啊在为百姓设想？啊，如果那不是安呢，这格言做不久啦，就慢慢啊换掉啊。哦，啊，这就是要我甲大家啊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即摆要来问大家吼、哦，看大家有了解无？咱秘书长开出来的政策，大家思考看卖咧。你后摆啊，你负责这个单位，是毋是秘书长开出来政策？你那是？赶紧去了解，阿伯啊，要安怎做？卖讲到时你去的时候，什么都唔知，安尼就唔好啊。咱秘书长开出来什么政策，大家思考一下，咱来讲一下好不好？第一是什么？啊，讲两档，伊讲两档来吼、哦，要完成全岛的迄落交通。阿边遐唔知有听到无？无啊吼、哦，啊，我补充，伊讲哦，高铁啦，执政以后两年内完成全岛的高铁。哎、欸，啊，那是运输省啊，负责交通的啊。你有天要去啊工作的啊，你就爱去规划呢。无到时讲接到讲，啊，都唔知啊。安尼就，所以大家爱，这是我提的政策，
啊，佫倒一个政策。教育政策，嘿，到大学全部免学费、免学杂费。后壁听有无？就是讲学费啊，为幼稚园这个学费啊，啊，甲大学免交啦，要甲西德同款啦。啊，你那是属于文物啊，文部省呢？你爱去动脑筋啊呢？我爱去安怎去规划呢？这就是要甲大家讲，你往政府现在的政策，讲中国来这留学。一个月阁领三万几块，知影举手一下好无？哦，谢谢，我无坐啦吼，哎还好啦，大家拢知影吼。啊，你看，咱这个学生囡仔，拢都爱去打工，啊啊，都爱阁去助学贷款，啊，拢安怎？读册确实，有诶讲十点之啊十点钟以前的啊课不要排。啊，即个学生囡仔安尼，伊都困觉，差不多十点外才精神啊。啊，可能四五点啊才要困啊。啊，所以啊，有诶是。这伊唔是干那咧上电脑咧，有诶去打夜班咧，夜工咧。啊，真正，甲这个钱啊，拢去奖了一下。啊，中国人啊，本土人啊，有咧奖了也无？无啦，啊，迄插插伊啊，即卖阁上闹亏个啥？教育部长诶，迄个叫做发表这个啊著作啊，甲咱啊同时挂名发表的出问题啦，大家唔知怎样无？怎样牙臭者好无？我遐侪人唔知呢。看大闹开呢，教育部长。在教咱学生囡仔讲安怎爱诚信，安怎做人，啊，学术要安怎研究，讲舞弊啦，论文舞弊啦，啊，实在，真正教育部长去丢脸丢到国外去，人家国外期刊跟他删掉。啊！教育部长讲，我有几十篇嘞。所以讲，迄厚面皮呢，甲即卖也无要想要掠落台呢。咱遮台湾好啊，也是点点嘞。所以讲，这就是大闹亏的代志。好，啊，咱过来吼，因为咱要讲车啊，无要紧，大家拢靠过啊嘛，啊，所以吼，这咱吼会使慢慢啊了解者去无要紧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吼。啊，这都甲读落来看有顺无？啊，若有顺，就打车嘛吼。啊，来，咱来。公共政策是政府决策部门在特定啊时期为解决公共问题所采取的方案。咱即马公共问题有哪些？咱家己来思考看卖，公共问题有哪些？大家来想看卖，公共问题有哪些？
啊？合适也是公共问题，丢啊！实在啊，一箩筐啦，真正这样啊，咱这的拢是公共问题，但是伊有要去做一个哦，做一个决策，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无？啊，要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哦，啊，互这个社会啊。较有这啊，咱的社会福祉，较保障国家安全，几乎无咧做啦。这，你甲看卖咧，敢有咧做？实在差很大。一个政府吼，做甲哩哩啦啦，啊，真济代志吼，啊，拢想到安尼，就啊，有一个政策吼，我认为。就无公道哩，安那无公道。咱高速公路都，交咱百姓钱拢起好安尼，啊叫财团来设一个扫描器，啊，就予财团来算银票啦，安尼敢对？啊，摕包摊的啊！伊讲安怎？伊讲伊个要解决啥物问题？解决讲安尼车速度较紧过，啊，把这个售票的啊取消，互伊设扫描器安尼较紧过。啊，就互财团啦。啊，你看，包摊的政府唔来做，啊，互财团。啊，这财团是安怎呢？乌白来，乌白算。嘿，你那是去整迄个做啊？啊，迄个去甲伊啊扣款的啦，去甲整迄啊，啥咧乌白扣啊？啊，你那无啥清楚啊？啊，我无去整啊，无去整啊，有阿爸甲讲有三块的啦，要甲算三块啦。过路费我要甲算三块，爱讲二十公里免算钱，我讲我为台客为台路，爱向我看，我爬起来要去坐坐高铁，甲落去，安尼我码表甲试落，六公里外。啊！伊这可能我要去算钱的，看讲二十公里啊，免算钱的啊，是不是安尼？每工呢？啊！哦，伊讲安尼爬起来。啊，拄啊去翕到，啊，搁落去，安尼讲一块啦，手续费五块啦。啊，你看这个政府，干那要速度较紧尔呢？速度要较紧尔呢？啊，甲这些收费员啊，答应的啊，唔插伊啦。这个政府实在假人告告，真正是土匪所做的吼，真正予咱好啊！咱足清楚啊吼，咱以后公共事务是要解决人民的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啊，予这个社会的福祉较好嘞，促进社会福祉，甲国家安全。啊，国家安全哦，这吼、哦，伊拢无咧考虑啦。伊讲啊，遐个将官讲啊，国军呐、啊，啊，共军就是中国军呐、啊，两相好啦。啊，你别来讲，真正，真正我精神错乱呢。这边的是讲杀猪拔毛，定咧就讲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啊，即马讲
两箱好了，真正我精神错乱。啊，这都熟悉啦，哦，啊，当然我还较福气啦，我做兵的时啊，做义官啦，啊，义官伫带，一个抽签讲走去经管区啦，以前就是迄个叫做啊，司令啊，就是啊，就是警备总啊，司令部啦，啊，报到了啊，讲该分发去板桥。迄台北县啊，团管区啦，干那我一个义官，哦，啊我底下上下班啦，啊伫义官的寝室，啊怎安怎呢？啊利用机会啊，伊都五点，头五点我啊特别食饭啊，啊都下班啊，啊都我伫迄个做啥？迄个警迄个警管区的徽章吼。啊，一条杠诶！啊，伫台北天湾落落雪，啊，看到宪兵，宪兵来甲惊你啊！啊，怎啊，搁走去政大去做读书啦？搁政大吼，啊，政迄、那个迄、那个怎啊？气管中心吼，伫清华这下吼，搁去，啊，都迄阵啊，若有啥物考试，我就去考；若有啥物机会。有要搁进修，我就去进修。啊，我提足济啊证照咧。哦，啊，这就是可能我较兴趣这啊啥哦。有时间就去读册。好，啊，这过来。咱的政策类型啊，啊，咱只用实例甲大家讲就好啊。啊，文字上吼、哦，家己去看吼、哦。分配性的，分配性的就是啥？咱即马讲啊，所谓分配啦，要好多一个啊，那个团迄、那个做，因为伊主要讲有关吼、哦，有关吼、哦，分配给不同标准的人啊来享有或是来负担啦。哦，啊，咱即马就是讲福利政策啦。哦，啊，福利政策就是讲，咱后摆啊的老人福利政策要发偌济啊？800+1000的美金，安尼你后摆啊，你若咧做这个福利部的啊，你都爱去规划，安尼清楚嘛吼？好，过来，这个管制性的。我要讲吼，这管制性吼，有时候真的是做了吼。咱油品，咱上头讲啊，咱要参加世界的组织，吼啊爱开放。好啦，伊即摆才开放啥？才两间啦，汽油、柴油，才即摆开放才两间，一间啥？家己原煞一间啊。中国的啊，中国石油公司啊，啊，一间啥？啊，大陆的福摩沙的嘛吼，啊，所以讲，啊，这就是啥？管制性。啊，管制性哦，咱家吼，原则讲啊，你一间不行啊，就涂车不可以。好啦，啊，创两间，啊，两间是不是我是那独占的？那个啊，中油讲明天要调涨3块，那个要做啥？那个台塑讲啊，一个晚个几点钟以后，伊讲啊，伊个明天也要调涨3块，安尼敢爱两斤？两斤的目的是啥？要竞争嘛，和人民。靠一个选择嘛，啊！我去美国，朋友要甲我载出去佚佗，啊，住伫因家，要载出去，讲啊来加油，伊就去看十字路口，啊，牌车偌济，啊，迄个牌车偌济，看倒一个汽油较俗，伊走遐加啦，啊，咱车敢有安尼？无啦，
所以管制性的拢会这个情形发生。啊，咱啊要甲大家讲吼，佫有一个迄、那个瓦斯，瓦斯是虾米单位咧经营的？退伍会嘛，最近才有迄个回猫，有啊无？然后咧看报纸来讲，啊，等于罗斯咧来遮演讲，罗斯咧来遮演讲，伊讲，伊去讲到保险公司的代志，讲也有回猫，也有门神呐、啊，好、哦、类似安尼啦，啊，这就是，欸咱迄个做瓦斯将官退下来，到瓦斯公司工作一个月还啊年薪啊，讲年薪可以领到400多万啊，这报纸咧讲啊，啊这都拢是啥？管制性的政策吼、哦，越少越好。咱阿伯。执政的时爱去考量的这个问题，开放全部给啊民营企业去做，越管制啊，你都爱有相当的经营。好啊，这和大家知影吼啊，从分配啦，咱讲的用那个叫啊富啊富人税吧。哦，富人税，咱会了解，咱也足感谢迄个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他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他还可以想到，他的所得很高，他多愿意说所得多一点，多交一点税，这都是我很好的一个企业家了，张忠谋哈。啊，他的台积电的人工我拢较啊平和，然后诶，大家诶了解自我管制政策。自我管制政策啊，我要提供例子，即就讲啊，你这个社团已经到有这个能力哦，来这个工会有这个能力来指导啊。英国会计师考试由英国会计师工会来办，让培养出来的会计师也不错啊。家己不是咱家公要经过国家考试，当然早期我那是经过国家考试通过的专业人才。到现在三不够时啊，咱的 ROC 的政府单位都邀请我去审查了，有啦，搁咧甲邀请来台北环保署搁一个，因拢你什么时阵要来？头两三礼拜，现我去交交讲啊，你倒一个。时间你会使你来，吼、哦、啊！这就是我甲大家讲，所有的我老少年的啊，你若有什么证照，你一定爱去考，爱去摕，吼、哦，拢以后我加减有效啦，吼、哦、啊！咱因为无缝接轨嘛，啊，欧系的证照，咱无一定会甲排斥。但是咱爱有一个条件，讲你是不是本土台湾人？啊，你若不是，另去平潭岛职业啦。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啊，那新闻证请者讲，我是本土台湾人，好老嘞，无要紧。哦，啊，你也使职业，好、哦，咱无缝接轨嘛，这就是安尼。啊，那你的亲戚朋友，你拢去甲讲，你若想要阁留到遮，
要做专业人士，拜托进来请啊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咱是晶片的吼，有晶片的台湾身份证，安尼好唔好？好，来过来看这条字哦，吼啊，南非会计师工会那是家己发证照，啊，伊这个证照发出来哦，伊的会计师经过授信以后，他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执业。有的美国拢我承认，好，啊，这就是自我啊管制政策啦，啊，就是有一个巴西啊，踢卡球啊，踢了输去迄个啊，巴西大家知影嘛吼？巴西的会计师不要考啦，大学毕业会计系就是会计师。嘿，有的人唔知影呢，但是你若去摕到巴西的会计师，要转来咱遮，咱这边我无尊称啊。伊讲你迄讲葡萄牙文呢，伊迄讲葡萄牙文呢嘛。哦，类似这，予大家去思考，各国拢无同款，因此认定学校。学校培养出来的你就是专业人才，但是在先进国家里面都还要做一个啊工会的考核，你来参加工会的会计师考试啊，过工会发一个证书啊，这个证书世界拢会使用，吼，英国的会计师啊，我所知啊，南非会计师啊，安尼。后来，咱即马吼政策大部分拢是上层吼啊来指导下层啊，下层啊不得啊违反上层啊。但是咱若有啥物意见，我会使提出来啦，无一定讲啊是啊。一定爱安尼啊，但是照正常啊都是这样的。啊，咱起码这个政策啦，大部分呐 我们这个做这个政策的结构里面是这样的。啊，都通常都是由啊政策的层次又分为政策、甲计划、甲执行这类步骤。哦，啊，这袂紧啊，这类咱这类大家爱知影啦，吼，这类咱爱知影。这就是制定的过程嘛，所以第四点跟咱讲，讲人民哪要爱什么，伊甲你讲，你袂使讲听伊呢，就去做呢。有当时啊会安怎？有当时啊啊，听出来那个经过专家评估，吼、哦、啊，即嘛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制定啊，这个政策的制定的过程都是需求认定、建议形成、政策采纳、加或者政策执行、加政策评估。啊，这个啊，爱过写到转来啊，才会使去执行的呢，安尼就无问题啦。袂使讲人讲讲的，咱就去做。有当时啊。没有评估过啊，有当时啊，会去啊错误啦。是安怎？头拄啊，有咱的同心讲，何事了遐济钱？是安怎会安呢？当然，这若要讲较真吼，实在吼。这些钱拢足冤枉，这一敢有安尼过啊？敢有安尼过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拢有法度学习到这个啊，这些学习到这课程，这课程这拢是课程呢，
这拢是课程呢，哦，这拢是课程呢。啊，敢要大家拢会晓？我大学的毕业学分偌济呢？201啦，我会使安尼讲，若要去查，我201，我循环哪有读到呢？啊，所以要甲大家讲，有诶，我也无法度读，甲研究所内底啊，有诶较差，也无一定拢读会到啦。这要互大家留咧，这拢是课程啦，啊，恁上网。吼、哦！啊，大家拢会晓上网，上网去看，啊，一直讲啥，啊，来足清楚，啊，慢慢啊做家己的研究，吼、哦！啊，这互大家做参考，啊，必须安尼来做，咱做出来这个政策就绝对袂唔对，啊，咱个以啊一切为百姓设想，啊，即马开始吼。甲这部分呢，啊，甲啊赖啊郑昌赖博士啊赖校长吼，诶、哦、部分甲合并一下，啊阿伯啊员工，你呐要出去外口做演讲，啊这也足好用的。咱起码就是讲。要讲啊，这个预算啊，啊，这个预算就是未来年度期间税入跟税出啊的预测、计划、控制、管理的工具，是用货币赤字量化表达。啊，赖校长有甲咱讲，哎，赤字会说话，有啊无？安尼大家足清楚了嘛吼，伊安尼甲咱讲数字会说话嘛，啊，这是用啥？这是用啥？货币的数字呢？哦，用钱的这个数字啊来甲咱，啊，这就是，吼、哦，啊来过来看来这吼、哦，啊预算吼、哦、由政府机构依据政策来编制。经过国会啊审通过后，交由政府机关来执行，可加强啊政府机关财务管理的监察能力，使政府的财政透明化。财政要不要透明化？我哦。我这大家去查看卖了，但是我是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哦，说巴西啊，讲全民呐、啊，因遐全国的民众啊，来监督预算啊，我们在咧想讲哦，啊讲几个国家吼、哦，有两个国家也要去模仿，巴西讲要。全民来监督财政啊！啊，这我都无真正清楚的代啊！吼，啊，这大家那较少年的吼，较有清趣味的吼，啊，为家去上网去斟酌一下吼、哦。啊，这就是要参考啦。啊，这是安那新加坡的吼，啊，新加坡人拢是咧为啥？吼、哦，迄、那个家会群体的啥家庭啦、啊。哦、他们啊，新加坡的国民制裁也办得很好啊，啊，我们为什么去不模仿他的？大家拢买厝买起啊，所以唔是干那爱学新加坡的变形尔呢？咱的变形是唔是话新加坡的变形？咱学伊嘛，对不对？变成啊，新加坡变成讲，美国总统，我美国的小孩子，新加坡的变成可以不可以免除？新加坡讲安怎？照打，安尼唔只，所以咱后摆啊吼，我
边勤爱实施哦，啊，类似人家好的，我们要模仿哦。啊，当然这个叫做岁出啦哈，啊，岁出就是讲，咱讲各项啊政务之一切支出计划，啊，岁出预算，但不包括什么债务偿还。哦，啊，这脑科企业这条都出来嘛？哦啊，咱迄阵啊讲吼，咱啊这是，但不包括呢，哦啊，所以讲那包括都安怎，唔对啊嘛，哦啊过来啊，这这些项目吼，这这些项目，这啊这外边吼，咱过来，税出税出事项不包括啥，债务的举债呢，啊加。以前的有做啊，迄、那个有做啊，鱼啊，剩鱼啊，吼，拢袂杀哩，吼，这拢。咱起码要讲税入的项目有这些啦，吼，税入的项目，这个有规划跟罚款收入，咱起码要了解。尽量咱啊咧执政的时啊，卖罚款啦，鞭刑就好啦。安尼有钱的人才袂犯规啦，安尼对唔对？对。所以，因你问政府哪会要讲要罚款？唔是干那要增加国库的收入尔？哎，层层拢有分啦，安尼咁对。大家唔知啊吗？开罚单，开的人赚偌济，啊，面顶的赚偌济，搁面顶的赚偌济，啊，上悬的赚偌济。哎、欸，有诶讲，讲市长，我的薪水拢无爱领，罚款我要来倒分啊！啊，伊讲薪水无爱领，对啊，薪水都无领啊。罚款的款式比薪水更加多，罚款的收入比薪水更加多。这样那是在剥削人民，也没有什么教育。有钱的他不怕你罚，那要紧啊，钱多的是要等于是救济一样的来罚啊。我们不要罚款，用什么鞭刑替代？啊，这就教育啦。哦，后来安尼，啊，过来，这个因无讲到啦。哦，这个无讲到，因遐哦，遐可能拢无讲到这个严格。啊，这严格会使讲讲的，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先进国家呢，人因迄阵啊都有啊呢。过来美国也有安尼规定呢，吼、哦，啊，拢有这个规定吼、哦，所以啊，我要甲大家讲，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哦，那个赖校长有讲过嘛，要准时下课是很重要的。后来不要紧哦，咱会准时下课哈、哦，来过来看，咱今仔下。美国有通过一个预算审查法案，那是咱要参加议员的吼，你若有这个啊外文能力哦，你赶紧上网去把这个美国通过的预算审查啊审计法案给查这里啊，好啊阿伯啊啊，咱来参考来进行啊。伊这个编制，咱上重要的是根据二十九条，二十九条加，大家厝的拢有，按哪会使上网？咱以后要审查，拢规定这啦，一本比一定要大于一，才排列在预算里面。吼、哦，啊，这就是这个情形。我看时间应该够啊啦，吼、哦，啊，就是。咱今日到这结束，感谢大家。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张文彦议长带来的演讲哈。这次的课程到这里结束哈，等一下下课后哈，大家把椅子哈，自己的椅子横放到桌子上。还有要搭交通工具的，等一下尽快到前面集合哈。有要搭交通工具的，自己的东西记得检查一下哈，课本啊、私人的东西记得检查一下哈，看有没有带到哈。有要搭交通工具出去的，要尽快到前面集合哈，前面大门口集合。好，这里再次谢谢大家，这三天来的合作与配合哈，谢谢。